这边呢还有一座斜墙，转过来呢就是一面斜墙，比较少穿，但是我很喜欢的鞋款，我就放在这边。当时候跟我爸一起看国王队比赛，所以每一件球衣都是 Weber。这个是我的电脑桌。最近呢也在读一些理财的东西，一天会很多时间坐在这边。上面呢就是我觉得男生一定要喷香水。那这个呢Lalabo 33呢跟22呢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那我有其他的香水在这边。然后呢到这一区呢有寻求厂商。我现在的床呢是黏豆腐的床，我的芝麻豆腐。那僵直性脊椎的朋友，我帮你们试过了，非常好睡。所以如果棉豆腐的厂商有看到这支影片的话，我们家我爸我妈都很喜欢，但他们都还没换，还有机会工商一下。地上呢这个地毯呢是 Just in case， 那是用 Levi's 牛仔裤去组成的一个地毯，非常帅。衣柜主要就是放 T 恤啊，我的 T 恤就放在这边。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我还有一个收藏的盒子，出门的时候就会挑一个今天适合的心情。那另外这个呢是开放式的衣橱，冬天的外套我就放在这边，我蓝色的衣服就在这里。然后还有一些球衣，球衣的话基本上我的球衣都是 Chris Webber 啊，当时候跟我爸一起看国王队比赛，所以每一件球衣都是 Webber。 没有其他人了吗？ Oh yeah， 我还有玉龙13号吕振鲁。对，这是我收集的球衣。转过来呢就是一面鞋墙。那这边上面的鞋盒呢是我收到但是我还没有穿的，里面呢都是有球鞋的，就是我收到了但还没有机会穿，尤其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很多鞋很可惜疫情结束之后我再好好穿你们。那下面呢，下面就是我比较少穿但是我很喜欢的鞋款，我就放在这边。那这一区呢很明显就是 Kobe 嘛， Kobe 的鞋我就放在这。如果说我在收集球鞋的话，那应该就是这边 Nike Woven Footscape 编织的部分，因为我有一些十几年的鞋，像这种巴西啊状况呢基本上超好，有点舍不得穿。那这个牙买加我就会只要夏天我就会拿出来穿。那这一开始就是我近期比较喜欢的颜色沙色，这也是我最近开始买，所以你看我买了很多很多沙色的鞋款。然后我房间呢唯一放的一套漫画是井上雄彦的浪人剑客，这基本上已经算是艺术品了。那出门呢我会沿着这一区，这边有帽子啊包包，然后还有眼镜，我有非常多的墨镜，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会经过这里。最后呢再经过帽子这一区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出门。 OK， 口罩，对，口罩跟酒精呢也是我现在必备。那外面柜子呢是放一些袜子啊内衣裤啊束衣这些。那有一个可以跟大家介绍，这个是 Eagle Mate， 它是英歌的厂商做了一个 Jordan 11代的一个线香座。那因为我没有在点线香，所以我妈就把它插花。房间差不多到这边，然后这个呢是如果我不想要别人打扰，我就会挂一个球鞋养护中。接下来就到了客厅，那最棒的呢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地窗，那这边就是我跟我家人的开放空间。那这边很多书呢就是我父亲彭爸的收藏。这边呢又是一个公共区域，是厨房。那如果呢有在关注我频道的话，这里呢就是我以前拍片的地方。那现在因为 work from home， 所以彭妈呢就在这里工作，她把电脑搬过来。那上面呢就有我收集的一些库伯利克，那当然好不好，灌篮高手是绝对不能少的，每个喜欢打篮球的男生一定要有这一套，最好是还有一双 Jordan 6跟 Slam Dunk 联名的。那转过来呢，这边呢还有一座斜墙，没有放满，因为有点高。那上面有三颗球，都是蛮有特殊意义的。那这边左边呢，全部都是篮球鞋，就是球鞋、篮球鞋，我就放在这边。那这一双呢，好不好？我还特别拿去包膜，因为它年纪已经差不多了。那右边呢，这边就是我平常走路的鞋，那我尽量照颜色去分啊，黑色、蓝色啊，然后同个类型的鞋款啊。最后呢，就是大家很好奇的我们的庭院，你听得到蝉的声音。
坐在这边一个下午，其实就很幽静。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刚看到一只第一次来的，你看有只天鹅来这边。这里呢，已经有来过很多猫咪啊，各式各样的昆虫啊，当然也蛮多蚊子的啦。这里是咪咪的家，咪咪的家，咪咪的家，这个是咪咪的家，咪咪的抓板。好不好，咪咪的饲料盆跟咪咪的水，这里基本上除了是我家庭院以外，也是咪咪的 playground。 看看是谁来啦。通常都是早上七点会来，今天比较早一点。那最近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也很长的一整个下午呢，我就坐在这边啊，然后看看书，听听音乐。那很多人呢都说，哎，为什么你家可以有庭院？你是不是富二代？为什么？那我想告诉大家呢，其实呢，买房子就是有一好没两好，但有钱什么都好。你可以选择呢，花更多的钱呢，那住在台北市可能会比较小，但是生活机能就更方便，去哪里都更方便。那你也可以呢，像我一样呢，可以选离台北市比较远的新北市，那甚至更远的地方呢，你就有机会呢，能够拥有更大坪数，但是呢，你就要每天长时间的通勤是你能够忍受的。应该蛮多人想知道说，我住新北市，那这样的一个房子要多少钱？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好不好？这篇按赞超过3000的话，我可以在之后的影片公布，就是跟大家一个互动的好玩的一个小游戏。